提问题学数学，那这个是一个递回型的数列，但是它奇偶项呢分开不同的规则。好，那首先我们就先照这式子把它套进来。好，他说呢，这个偶数项跟奇数项各成一个等差，所以呢，我们要把它连套两次才会得到这个偶数项跟奇数项的关系。好，所以第一个呢，an 加一，我们先好，如果这个 n 加一是偶数，也就是 n 现在是奇数，好，那套进来，接着呢，这边再要再套一次，套一次的时候呢，我这边就要少一哦，这边就变成 r 的 an 减一，然后加 k，好，那整个再加 k，所以这样子呢，就可以得到 an 减一加 2k。好，那目前呢，这一个跟这一个呢，n 是奇数，所以这两项都是偶数，所以乘一个什么公差为20的等差，所以从这边呢，我们就可以解出来，k 等于10。好，那接着呢，我们再来套一下 an 加一，好，这边先从这里开始，好，那这边的话呢，把 an 换成上面这四子 r 的 an 减一加 k，对。然后最后这边再加个 k，这里整理之后呢，就会变成了 an 减一加上 2k 除掉 r。好，那这里整项呢是一个公差为10的等差，但是 k 现在是20，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呢 r 会是2。好，所以就是连套两次就可以解出这题的答案。